咋回事了？他那边是不是拉网？我操，使劲儿！那会儿够晚，不傻。啊？劲儿挺大啊。好嘞。那你说呢？还是滑行。对，然后往那边打一网中。完了，还指挥上了。中了吗？ 我让他打一网中，往那边打。对，右手边。你把手势松了。好。那你要拉手势啊？出来有一里地。完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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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少。完了。啊？ 你咋的？我拉去吗？我操！我都抢手势来了啊！谈钱不得多大个啊？俺侄儿两条拿的了啊，刮住了？没事，刮不着，没事。这水也不深。稳当的啊！没事儿。他别拉网了。他拉没事。 哎呀，大弯儿级大梨啊，十来斤的大梁上的，看老沙得往里有啥货色啊？给堆堆的啊！直油门很大，你蹲那儿慢点拉了，兄弟，基本上也得干喝的，我的。我这真的。啊？也真的呢。我操！全程的老铁们，青龙鹤。 真的，好嘞，俩网都有了啊！真的，露脸的时候打我俩，精神精神小伙们啊！不是，完了，你沉了。啊？完了，完了，你沉了。不是，没多事儿，中了，你这喝的我了。我说，我完了，好不好啊？哎呀，精彩时刻来了啊！啊？应该小不了啊！大玩儿机，我操，一圈上来仨，四个，五个，六个。 我操！连驴带板机，我操，头儿恶上了。他妈不想人，那样人。啊？人那样人。板机有点小啊，老铁们啊，都这么都得个头的，没有打火的啊。都大玩机子。都得个头的。我身上打火呢，没打火，都板机包了。不是，我七八两大板机包了一网啊。 就看看前方小同志，塔那也等等的，都是慢慢拉，拉稳的拉稳，慢点拉的，我这给你小的溜倒着。塔那里挺有驴。啊，这青龙鹤这板机小点儿啊。啊。 吃了我是吗？这家伙，往前方看看，出啥事儿了吧？啊，天是塌下来吧？啊，天是不是要塌？我操！我操！我操！我操了！有一条大鲤！我操了！ 牛逼不牛逼？真上大驴啊，老铁们！监狱发财啊！那是我。哎，点点红心啊！现在我们仨人啊，我们仨人来的，一人一条，正好。老沙打一条，我打一条。啊，老迪又打一条，整成一人一条。为老铁们看看这板，看这两条驴多大个？没有，猜个短子。看看啊，这驴都多大个啊？老铁们猜。 看看啊，咱那青龙河野生大鲤，这够个儿，还有十斤吧，差不多，没个有六七斤儿。班级，班级咱这小的啊，都这个头儿，咱俩出啥事儿？真有毛病，老得放生，放生。 小驴。
青龙会大门的。这里真漂亮啊。大理正好啊，烟一跳啊。楼脸脸